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发现很多人对推广是不是有什么误解，一谈到推广或者市场营销就觉得是花钱的。说实在的，只花钱的市场部一定是最无能最偷懒的市场部，真正有能力的市场部是自己可以很好的实操的。前一段时间跟某知名手机品牌的市场人员聊起来这件事，说很多公司的市场部现在做什么都外包，钱花出去，事情给别人办，就想知道这个市场部起了什么作用，沟通的桥梁吗？联系外包公司，然后跟公司申请预算，之后两手一摊做等结果。当然公司有钱不差钱，随便怎么都行，但是大部分公司应该都会差点钱。相信很多企业老板都希望用最少的钱，甚至不花钱给品牌做广告。那么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好的推广渠道——论坛。首先摆明一个误区，论坛不是测评渠道，论坛不是测评渠道，论坛不是测评渠道。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论坛玩得好的人可以省下很多费用，免去很多不必要的弯弯绕。在了解如何使用前，先要知道论坛用户跟普通测评渠道或红人粉丝有什么区别。通常现在品牌做推广用的最多的无非就是媒体渠道，可以发文章做测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可以发帖子和 story， YouTube 渠道可以发视频测评，还有 Telegram 可以发促销帖子，以及 D 网站发优惠券等。如果按照信息传播的种类来划分的话，我把上面这些渠道都归为同一类。单方面的信息传播，即渠道是把信息强硬塞给其关注者或者粉丝，而论坛则不一样，论坛是开放的信息交流，论坛里的用户都非常的活跃，你可以在论坛发帖，查看任何帖子并发表评论，且论坛具有强相关性，论坛的用户有多活跃，看看这些帖子评论就知道了。一个做 lifestyle 的 YouTube 红人可以发关于手机的视频，可以发关于耳机的视频，也可以发关于服装的视频，而他的粉丝类别也会不一样。当然这些人都有可能去购买这些产品，但是论坛用户就不一样了，一般论坛都是专业的，来泡论坛的人都是对这一类信息非常关注的强相关的垂直用户，所以相对来说每一个都是非常精准匹配的用户。那么我们该如何有效地利用论坛呢？首先如果品牌有预算，可以跟论坛官方合作，打广告的这些就不说了，但是有了品牌专区，可以在专区发布任何关于品牌相关的信息，如果有促销活动也会有促销标记。另外就是用户可以根据 sponsor 列表找到这个品牌，好处就不多说了，毕竟是花钱的，没好处谁愿意付费。如果你没有预算，没有品牌专区，那就要学会跟论坛上的人打交道了。在论坛里能够掌握论坛的用户是制胜的关键，要确保有几个论坛里的大咖，有影响力的角色，可以通过查看他们的标签和发的帖子热度活跃度等情况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是大 V， 然后通过小号联系非常多的普通用户，注意数量一定要多，我们可以称之为水军或者马甲。接下来就是如何实施的问题了，注意发帖前一定要看看论坛的规则，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删帖或者封号。论坛可以做什么？一，论坛可以制造话题预热。假如你准备要发布一款产品，但是还没有到正式发布之前，你想要一些声音讨论或者舆论导向为你的新品发布做铺垫，那么你可以在发布之前找某个用户发布一个与之相关的话题，然后让其他普通用户去下面顶贴。注意顶贴的频率和时间，不要同一个人负责很多账号，每次都是在同一个 IP 登录，这样很容易被判定刷帖会被封号。二，论坛大 V 发测评贴。在论坛里想要把一个产品推起来，必须要用大 V 号发帖，因为在论坛里这些大 V 被当作神一样的存在，非常具有导向作用。如果大 V 认同你的产品，推荐你的产品，那么其他人就会跟风。三，普通用户发使用贴，大 V 做产品背书，普通用户跟风购买，所以在发布使用贴的时候一定是普通用户来发，显得比较真实，不一定非常完整，甚至可以都只晒包装，也不一定都是好评。扬长避短的发内容，品牌方一定要跟这些水军账号沟通好如何发帖，发什么内容。四，
品牌自己发帖子联系水晶顶贴，即便你跟官方签了 sponsor， 但是如果你刚进去没有很多关注的话，你发个帖子也不会有人理，很快就会被沉下去，所以需要水军不停的顶接，你的帖子才能一直展示在前面且保持热度。品牌方可以发布哪些内容？如上面所说，除了大 V 发测评、小号发帖之外，你可以发起投票，可以发起盖楼活动，也可以发起长新活动，这些都是很好的互动。见过论坛做得比较好的品牌，几乎只在论坛上活跃，但是产品卖得很好，还可以在论坛上设置问答，可以搜集用户对产品的反馈，有助于产品更新。论坛上的用户和写手基本是超级对这一类别感兴趣的，所以你不需要花费。如果产品价值比较低，可以赠送产品，如果产品价值比较高，可以做有奖征文，也可以做盖楼活动，抽奖赠送产品或者优惠券等。但是盖楼活动和有奖征文这类的广告帖子一般只有 sponsor 可以做的，否则会被删帖或者封号。说了这么多，很多人还是不懂怎么做，以下是集中常见的发帖题目。一， XXX 即将发布一款 XXXX 耳机，你觉得价格会是多少？猜对有奖，奖品是 XXXR， 1000元以内想要购买一款降噪的蓝牙耳机，求大神推荐。内容可以根据自己的产品及特性更改，水军可以去顶贴，但是切记不要只推荐你自己的品牌，否则很容易被人看出来造假。三，开箱体验，刚入手的 XXX 耳机，详细开箱细节在这里。四， XXX 品牌周年大促，下方评论说出与该品牌相关的留言。第六、十六、二十六 ，XXX 各留言的可以获赠 XXX， 如有重复的，按照同一个计算。禁止刷屏。五。2019年性价比最高的 TWS 耳机集合六，你觉得苹果 AirPods 哪个卖点最吸引你？七，有奖征文 XXX 产品征文召集，一等奖 XXX， 二等奖 XXX， 文章内容需包含 XXX， 评判依据 XXX， 内容相关性，点赞数，评论数。八，听说 XXX 品牌即将发布一款新品 TWS 耳机，各位大佬最期待什么功能？九，投票评比，选出2019你觉得最好的和最垃圾的品牌，按得票数排序时，如何评判一款 TWS 耳机的好坏？说出最重要的三点，太多了，不一一列举，仔细去研究这些内容会有非常多好玩的，套路都差不多，只是换个壳子。区域渠道推广管理小雪。